Back up, Gavin. Jacob, behind you, Gavin. Next try. Hey, guys.安藤就一直守啊，对，一直守。安藤实际上以前他也蛮喜欢守门员的，不过，他爸反正也 OK， 他做守门员那就可以了。主要是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家长。我说什么是有点慌，因为他脚下功夫不是很好，然后那个球门球开不出去，这我就觉得。Go, Michael, go, turn it, turn it.Alex 这一场比赛下来嗓子都哑了，我看看。但我们coach从来不说。对。其实 Alex 有一点很坚持，就是要求我们回传守门员，我觉得这每次都是传失球。这。Come on， 左脚太轻了，我觉得教练太坚持了，回传守门员一定要回传守门员，这是在我觉得在磨练那个守门员，这个犹豫了，对他没不打习惯打前锋的话，他估计就很容易犹豫。对，就是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往前跑。好的，这个今天那个 Alex 在练阵型了。什么地方他自己接球？你看，让别人都给他弄开，或者弄开。Trey, come on! Let's go, Blues! Chase that! It's you, Michael! Get it, Michael! Your ball, Michael! Take it! Take Your it! Your ball, Michael! Good job, good job. Quick throw, quick throw! Quick throw! Move down the line! Let's go. Somebody move forward! Move forward! Look at Michael, look at that gap right there. Go, Michael! Go, Michael! Go, Michael!哇！收球！哇！
这守门员很正经，不错，练出来了，练出来了，被教练练出来了。练他们在高压下面拿球，如果能够战胜，在这种比赛里头，如果也丢球的话，那你厉害了，我觉得也有道理，这要练练这会儿。是。That was that look. Yes. Oh, yeah. He always gets a shot, huh? I need a triple. Look, she listened. She stood where I told her to stand.你们这个教练工资应该比我们教练低吧？我觉得轻松好多啊。就太没有，我其实蛮信任那个教练，是吗？像小孩这个阶段，就是倒是可以让他们放松，对吧？对，没必要那么吼。这倒也是。其实你像，其实这特别明显在哪里啊？嗯、昨天那场比赛就这么两三场，他们打比赛打得很少，就大概是第三场吧。嗯。小孩感觉就有悟性特别强的那种感觉。就学会了，对吧？已经。对，在场上的位置，他们悟性很强。其实像他们这种，还是放为主好一点。对。没必要呢，像那种好。反正就打得太机械了，以后也不好，我觉得。哦，这个犯规。吹这个身体素质还是很 strong 的吹。对方这个不错，对方这个铲得很准，对，铲刀飞铲得很准，这个不错，这个真的不错。哦，啊，安特这个球门守得不错，我那个前锋怎么摔了？还是要过来接球，他那个这么多人。Try, stay with it, stay with it, stay with it, buddy. Let's go, pressure. 这一脚倒的不错。这个不错，这个很镇定，非常。不能传，不能传，不能传，越位了，靠！Jordan越位了，不过他们没看。哦。这个左脚传的还不错，是打球门，左脚主要拉伤了，是打门柱了吗？左脚他传出来了，然后后来那个补射打了门柱，对，还不错，能传出来就不错。哎，打门柱怎么还是角球啊？哎，对啊，打在门柱上面怎么？奇怪。
感觉很整齐了。我们这个能控球的人多，知道吗？他们拿球很困难。问题守门员老控球，我就很慌。守门员现在有智慧了。对，不过守门员现在控球，我还是很慌。我也是。不，你要看一个Netherlands 的人，越位了，是德国。太夸张了吧，是吗？对，是位置。不要回传，我就看到回传。应该不犯规吧，真球估计。真球。真球。真球。他有点怕后面有人，陈佳琪也是，他喜欢回传。完了，漏球过去，教了好多招，他这还是不用，没办法。这就是要适应比赛节奏，你适应了估计就那个。我觉得这是个碰撞。
Quit passing it to me. Putting in front of our ball.传球的一瞬间是有点越位。看来你角度比较大。哎，这一打后卫啊！哎，他瞎打的。Keep going.传过人很轻松，两三脚就过了。没有人有准备，我这个球只能头球，已经过了，那没办法用脚。头球估计他们都不敢。明天是大赛，歇一歇。好，这下结得不错。哦，不错。都不那个都不上来。
射门来着，这个实际上低传好一点，传到里面打开就有。进了进了，哎，为什么没人鼓掌？大家都没反应过来，都等着你呢。我这个角度不容易看清楚。你明天是跟哪个队打 ？CFC Royal， 据说好像现在 CFC Royal， 据说好像现在还没输过的。哦，就他7-1赢了 Northwest United， 就是你们打过的那个队。哦，那挺厉害的。对他7-1赢了。Nice Joe， Nice， Good job， Got it Joe， Nice。小球吧，碰到了，没碰到。Good job, Leo.